台湾怎么不见了？台湾怎么不见了？台湾很多人也有护照，马英九去上台湾怎么不见了？用歌曲来调侃咱们的新总统，就职演说还提到50次台湾，结果总统府的网页台湾却消失无影无踪。当他哽咽的说出台湾人民对他的栽培之恩，这么多的掌声给了他，他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？那为什么台湾马上不见了？520前打开总统府的网站，中华民国后方都还会在挂号台湾字样，但是马总统才上任第一天，台湾两个字就悄悄被拿掉。立委痛批口口声声爱台湾的马总统，你把台湾放哪儿去了？马英九先生一直口口声声讲台湾爱台湾，但是就这样台湾都没去啊，因为他心中没有台湾，他的台湾只是一个口号。立委大骂马英九爱台湾只是装腔作势骗选票，选上之后当上了总统就马上把台湾丢掉。任希文综合报道。